大家好啊，咁啊，依一集有三隻筍嘢要益大家。阿華哥依隻 Omega 嘅 World Timer， 咁啊塊地圖整得好靚喎，好立體啊，係啦，啲色啊同埋嚇好立體啊嚇整得。咁啊呢一隻係 Aquaterra 嘅殼型啦，咁啊加上依、這個嚇、啊、亮地時間嘅，咁依家嚇。啱啱我哋收到消息咧，就係佢依一隻嚇係、啊、做咗一個綠色嘅版本喎、啊、最新嘅綠色嘅版本定價幾多錢咧？哦，84,600啊！係啊，84,600嘅新嘅。咁啊，我想同大家講咧，我哋依度咧呢一隻咧，其實個新嘅公價係講緊都76,000+嘅。不過我哋依度喺利昌錶行依度咧，仍然係用緊一個舊公價啦，73,800，73,000+啦，73,800再做一個筍嘅折扣，哇！即係一來一回啊，定嘅公價已經相差成萬銀啦，再加上我哋有個筍嘅折扣啦，講緊嚇依家咧最後三隻啊，你會有攞埋最後嗰三隻出嚟？係啦，咁啊，都俾個超筍價喎，好似50,000+搞掂嚇。咁啊，對依只嚇 Aquaterra 殼型嘅World Timer 有興趣嘅可以落嚟嚟窗邊睇下件實物嘅鋼錶嚟嘅，有個 C2K spec 啦嚇，咁啊膠帶嚇。好靚嘅條膠帶啦，就43mm 嘅嚇。咁、之前我哋都有嚇、兩三位朋友係買過嘅嚇、因為依只都係出咗有段時間嘅。咁不過咧嚇、個世界地圖啊，即係因為真係好靚啊嚇，好靚又好立體啊嚇、你睇過就知噶啦。所以機會難逢啦，因為新款定價貴成10,000，係啊，新款哇！新款嘅定價已經84,600啦嚇，雖然係個綠面，同埋係啦，同埋咧，我哋嚇我老友話啦嚇，睇佢哋 Omega 咁嘅做法咧，好大機會呢一隻藍色咧係好大機會會停產啊！咁當然啦，如果唔停產就影響到綠色嘅嘛。唔係，同埋如果唔停產，佢呢隻藍色都加翻到去80,000+啦，就唔會維持喺76,000+嘅。即係咁啦，即係我哋嚇數據係咁分析嘅。咁啊，有興趣嘅就把握機會啦！依家嚇一減再減，依家仲要50,000+就買到一隻咁靚嘅 World Timer。OK， 拜拜。拜拜。